可能是一群上海的玩闹儿，以往的那些天马行空，那些可以不顾一切的去追寻玩乐的心态，变化成过好每一个时刻，出好每一杯咖啡。其实两个月时间里最难的那个点可能还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，员工经济上的问题，住宿上的问题，我愿意相信他们是真的也是生活窘迫，所以说来跟我们协商一些事情。两个月之后又附身了一棵树，一个小枝丫，两个月的培育它又变成了一棵小树。你好，你的 UP 小哥好。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一种信号，只要这家店还在，一切就都有希望。我是湖北人，武汉人，我是经历过两次封控的。人生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家。这个展览其实是很早之前我们已经定好了，我们当时就去做了一个征集，去分享你跟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给我分享了一个照片，当时跟我发过来这个故事，他特别难过，因为跟男朋友在吵架，他觉得为什么我们憧憬的很多很正常的事情，不管是谈恋爱、结婚，或者跟自己爱的人去见一面，会变得这么难。我们展览是7月2号开展，大家见到面，首先给到大家互相的一个拥抱，说你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一切都正常了吗？包括看到这个展览当中的很多我们熟悉的场景，虽然上海生病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们会让上海变得越来越好。我肯定要坚持下去，把这个店给开开好。有一些客人就很好玩，三月份刚开始我把头发做得很漂亮，真的就是两个半月的时间都在家里面欣赏自己。可以出小区，我就在我们小区对面的马路上面就设了一个点，就在那边捡。这个男孩就拖着个行李，他说我要离开上海了，拖着行李走去机场，我要剪一个头发可以吗？我也有一些客人的话有那种心态，就是明天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反正不管了，先改变自己再说。我们黄宝和呢是创立于乾隆九年的，就是在200多年呢，我们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也经历了很多东西。我们是3月18号关门的，4、5月份呢是我们的小龙虾的旺季了，一天的销量要达到很厉害的，将近要1吨左右的。今年的小龙虾大概损失起码要1000多万。第一天呢，两个老的带了一个小的，小朋友他说我从小就是吃这里的，老同志他说他也是从小吃到大。从封控到家，就是居委里面发的，就是西葫芦啊，什么香芋笋啊，就是胡萝卜啊、土豆啊、洋葱啊，这些东西是最多的啊。我们这辈子都不想去吃它了，已经。一提是把那个老客人了，就来吃饭嘛，所以可以去打打招呼了。打招呼一个，我哎呀，谁要你们看到了来，你告诉。我觉得被突然关起来的时候，我是发疯了一样的想上班。是真的想上班吗？我看只是想喝酒。想喝酒是真，想上班也是真的。我看到多多多多说好多呀，你怎么会说这么多？就在家其实没有喝酒。跟
朋友一起喝酒，真的好开心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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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